送票活动耶。啊，不是啊，送这个生命大粉层没用啊。晚上好，不，晚上好，下午好。明天可能要很晚才能开台了。我明天有个家人，不家人啊，有个亲戚要那个去火化，所以明天会搭。我真的很怕搭客运、搭游览车，因为我真的吃晕车药也会晕车，就只是吃晕车药比较不晕。欸，跟其他家人说了啊，就是怕被讲话啊，就现在觉得很烦。我就想说，我现在工作我是怕我业绩没到这样子，啊，怕就是老一辈的说啊，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家人重要？好烦哦！因为我现在，我以前去台中都是搭客运，然后马上上车睡觉，而现在就是都很怕，所以改搭高铁。那之后的事啊。我刚本来想说，我开另外一款游戏来玩，后来发现说它没中文。一个很可爱的兔子农场的游戏，可是都英文，有点头痛。结果我爸也是晕车体质的，那整天一直跟我讲说吃晕车药就没事没事没事。我说有事，我说我是那种吃两颗晕车药也没用的。他说你吃太多，说晒啊，晕车药吃太多也不会晕，好不好？那解释没有用啊。虽然我还是比较想待在家里开台啊，因为。我只要一晕车，我晕就是晕三天四天，所以我那时候晕车的时候在台中，他们问我说什么，你食量怎么变小了，哪里不舒服？我说没有，我晕车。而且就算是计程车，你稍微开快一点，转个弯，我就真的不行了。因为有一次是弟妹的演唱会，然后那时候就坐个计程车，20分钟。车速真的是快到不行，我都快在车上吐出来了。然后结果弟妹到场的时候，根本就没什么力气去听演唱会，就整个人超不舒服。口香糖之类的没有用，不好。所以按什么虎口啊、擦绿油精那些，对我来讲都没有用。然后就看人家还说什么，你可以戴墨镜，然后压虎口，或是我记得还有咬哪里忘记了，就是让自己痛，然后去影响你的视神经。因为有人说晕车是因为你的眼睛跟那个大脑之间没有协调好，所以可以戴墨镜，然后压让你。稍微有点痛，有点刺激，影响你的那个会晕车的那个东西，可是就不相关啊，我那时候试过了，咬小拇指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忘记了、欸。之前有那种生活智慧网，就说找两个会晕车的那个小朋友，
就实测下来，戴墨镜跟使用咬不到什么东西的小朋友，他可以安然坐到最后。那另外一个是中途就直接下车了。可是我那时候就也常还特地去买墨镜，气死！然后还有浪费钱，根本没有用。等一下哦，下礼拜31号，大家基本初三回来，除了小朋友，干嘞！31号，我要准备去 CWT。哇！对啊，晕车就能睡觉、啊，主要也是那个味道啊，所以我上就是戴口罩，又戴眼罩在睡觉。但是把自己包得超紧，整个脸都是贴的东西的。那时候在客运上面这样子戴，还怕被人家当神经病。啊，之前跟兔窝的去出去那个，然后搭个我们兔窝的一个人的车，我也是这样子在睡觉，不然我真的会晕死。公车、游览车啊，计程车啊 ，Uber 也是啊。看我脖子又流血了。哦、游览车的味道也不喜欢啊。不然有些车子是，不是有些大部分的车子车上都很臭，真的很不喜欢那味道。然后昨天睡觉前把这只角色捏了一下，发现说有新的发型。脖子没有脖，就是有时候身上会突然就是要怎么讲，脖子周围都会长出很像一颗肉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有时候乱摸到，就是手尖会去把它挤破。那挤破就是会在脖子上就开始就是有那种有疤。然后有疤又手痒就去把它抠破，没事。那个看不到留言这个事情，我昨天也去跟那个官方反映了。那不是只有我会这样子啊，我用错了，该吃高级。就是，也有其他人反映说，就都看不到。对，这个是内部没有弄好的问题，所以不是你们的问题。因为我本来要反映的，可是看到又有人，有我看那个历史留言，然后有看到也有人也在说，聊天室后台，就是他们后台看得到，可是。观众却看不到。嗯？有看皮肤科吗？啊，有看啊！我主要皮肤科是看痘痘的。我也在想要不要找时间去那个，医美诊所吧，因为我脸上的痘痘真的是感觉好不了了。伊安，等一下你。哦，因为我有在其他的台啊，然后就有讲话，然后他们我也是看他想说奇怪为什么
他在自言自语，不知道跟谁讲话。我想抓这个鸟，可是这个鸟要怎么抓啊？看中医，你说痘痘吗？我前阵子是有看中医啦，可是每次都吃一个礼拜的药，让我真的觉得有点没办法。因为我是有办法吞中药啦，因为中药一定都是粉的，可是我真的很不爱吞粉的药，不好吞。我想说，既然如果有那种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白白嫩嫩，那我就去试试看，是吧？我想说，有时候如果你慢慢来不行，就走捷径吧。我有个那个、啊，我以前那个，我以前吃皮肤药，我会拉，因为他说会让你有点拉肚子的感觉。可是我近期就是回去吃的时候，发现完全都没有拉肚子欸。可以泡开喝，不要，超恶心。你懂吗？就是你把类似把香菜捣碎，然后叫我喝下去那种感觉。不要说不一样，我感觉就是一样。每次嘴巴都有那个味道在。中药有差，我吃过中药好吗？我之前吃一样也没有改善啊。我有试过中药，我之前还中西合并嘞。我之前都跟中医说，可是我有在吃西药，哎，他说那没关系，你可以一起吃，这个很温和什么的，不影响。中西合并啊，就也没有一样啊，也没有比较好啊。然后想说西药先停下来，去吃中药，吃了一个月也没有改善啊，闻起来很香啊，吃起来很恶心啊。好，抱抱完，啊，要看中医，可是每次看中医，就很明显被他看得出来我在熬夜，有的没的，说你就是不能熬夜，你就是火肝火肝火气盛什么啊哥的，有的没的讲，说没办法，我的工作就一定会熬夜啊。他说你不调整作息，你是没办法改善你的体质，就刚才多喝水的。我都有，只是真的没办法。放假，都要想说，奇怪，我记得大家都放暑假啦，放寒假啦，那怎么来看台的人还是那么少？没有啦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 FB 的系统没有做到很好，他们有反应啊，就是说有时候他们。有人会收不到通知，或是打字留言出现问题，然后造成说不会想来看。昨天开会有稍微聊，啊，内部他们说也很努力在弄了。今天半夜催我睡觉，没用啦。
你催我是有用你。欸，拜托，我直播完之后，我后台影片分段有的没的，弄完之后都快2点了欸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网速变得很奇怪，而且我还会上传失败。就原本传好了，我之前平时都是传个大概，30分钟，我就可以把那个所有影片传完。可是最近我传到30分钟，才发现只有2个影片上传完，啊，其他影片都是卡着没有动。催什么？他说要催我睡觉啊，你是想催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催我睡觉啊。我就不在 DC 里面，啊，他赖敲我，一定把他封锁起来这样子啊。欸，就有些很奇怪，以为真的跟我很熟，直接跑来敲我赖，我就觉得很想打他。啊，是有很熟啊，你是我的干爹没错，可是你只是怎么讲，干爹是一个名称，可是你只是支持我的人啊，然后你也不能这样就直接跑来敲我的那个 line 啊，懂吗？像我一个学妹，她真的很北七，找我的时候不先在 line 群或是哪里找，直接用 line 那个 line 敲我。我靠！要不是今天你真的是我学妹，我早就骂死你了。哇，我跟你说是谁？小林。哎 ，nice。不知道你们那时候 CWTK 的时候，也让我很想扒你们的头。你们那时候行为举止是那种超熟超熟的人才能做的事情。